工程灯节展期至3月3号止，亮灯时间为每晚5点至10点，分为北门、中华路、西门三个展区。各展区特色如下：北门展区，北门展区的特色就是展品单一，且展区空间腹地大。展区内共计9项作品，多由宗教团体或企业赞助制作展出。接下来就一起来欣赏北门展区的精彩时刻吧。他们是九小龙中的两只，本次灯会不时会看到九小龙在会场间穿梭巡游哦。相传龙王有九子：冥顽、囚牛、睚眦、朝风、吴劳、酸泥、地系、地暗、酷系和痴吻，但不知道眼前的这两位是其中的哪两位。来自日本的小松美玉老师，在作品中展现所有生灵在灵魂层面皆平等的生死观念，以神兽为主题，赋予作品纯洁的圣性。你感受到了吗？中华路展区位于中华路的左右两侧，多可穿越且为带状长条形，是他们的共同特征。这是 B5 友好灯区其中的日本秋田县，每年8月的七夕会灯笼节，画着浮世绘的美灯笼，在夜幕低垂时同时点亮，将整个城市变成一座不夜城。不得不承认，日本的浮世绘就是有其特殊的美感。天气好的台北，此时的城市灯光趁着太阳的余光，是不是很美？接下来要到天桥上去看看罗浮星以及西门国小所共同创作的龙腾四海。沿着中华路展区往西门展区移动，
西门展区。展区集中，视野开阔，满满的城市氛围是西门展区的特色。主灯呈现光荣，每晚6:00至10:00亮灯，并搭配每隔半小时展演3分钟的主灯秀。接下来我们要往回走，前往中山堂前方的竞赛灯区赏灯。
接下来的这一区是中山堂前广场的竞赛灯区。Let's be lovers tonight and count the stars in our eyes. Discover how they align. Let's be lovers tonight.Lovers tonight and count the stars in our eyes. Discover how they align. Let's be lovers tonight.And take a stroll through the park. Steal a kiss from you after it's dark. And save all ourGoodbyes, let's be lovers tonight. What a shame it would be to waste a lovely evening without taking a chance on a new romance.So let's be lovers tonight While we're at it the rest of our lives Forever you and I Let's be lovers tonight Tonight, forever you and I, let's be lovers tonight. 2024台北灯节的介绍到此结束。感谢此时还在观赏影片的您的支持。若您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看，恳请您帮忙按赞、订阅加分享。你的支持与鼓励是我继续制作优质影片的原动力。我就是那爱走跳的猴子老公，下部影片见哦，拜。